那个价位是有杀气，对，有。但是我们就要看看，在划完龙舟之后，还是能不能唱全奶？是煎熬还是？啊，煎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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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家，爱就开始煎熬。来体验一下划龙舟。好，那两边呢？我们在昨天邀请到你们的这个艺能界的好友，对，一起来参战，患难才能见真情。各位，一起来看看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哎呀，各位，各位，你们的。怎么会想到在篮球里面发表？哎，啊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北国王助理教练。好哟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练对，为介绍正能量健身中心何守正教练。曾经台体的前队友。对啊，你怎么也认识龙中呢？哎，龙中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全明星第二届状元宇宙最强的。最后这个重点，妖雄南霸天，妖妖。来，该你们介绍了啊！营业中的甜点师傅吴应杰。铁肺歌后 AKA 全明星龙舟女王。全能战将，感谢志。极星星日本人打败冬天各部校队。各位，这一关至关重要。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里面啊，要划龙舟是不是？划了，没错。我们也对不起，我也对不起你。我怎么弄不到？对，我们划龙舟，这叫贼船。请请你们的四位的那个龙舟手，来，你再选四个。好，让疯狂。好，对，有丢感觉很贵，说这么小，你那个包包太小了，不要再带这么多东西，好像买一个买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平稳力，平稳力，平稳力。好，先前两位，来来来，吴一杰，来来。我跟你说，你先摸他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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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他们。前面的。再一个，哪一个比较快？爱美以前是龙舟队的，三届了，三年了。十二位人马都已经备齐了，他们汉超比较大只，一定会赢吗？对，没有错。有没有悬念吗？有没有？但他吃水也会比较多，所以有时候这很难讲。来一杯，喷枪！出来，出来！喷枪！
恭喜龙舟大赛，由黑队获胜。